埃及，来到圣地已经一个月了。身处异乡的我，感觉就像即将死去一样。我在被找到之前，已经在寒冷的沙漠中游荡了四天。我把马留给了那些雾鹰，盔甲则献给了炙热的骄阳。这些想把我当作猎物取乐的，应该是土耳其人吧。当我终于能从海市蜃楼中辨认出他们的身影时，才知道他们就是中东的统治者萨拉森人。从法国诺曼底随十字军东征来到圣地的我，无疑是他们的敌人。不料他们除了提供水和马给我，还带我回去见他们的首领。我就是这样见到沙拉丁的。在欧洲的绘画里，沙拉丁被描绘成是个恶魔野蛮人，但实际上他却比我所见过的任何骑士都还具骑士风范。我没料想到萨拉森人竟如此好客，不像我们诺曼底人将所有武装的阿拉伯俘虏处死。沙拉丁让我参观他的营帐，或许他是想在腥风血雨来临之际找到个能将这一切记录下来的人。沙拉丁的军队正向南开往埃及，以增援开罗。埃及对十字军来说是一个必争之地，只可惜这个富饶之地却是由佣军所统治。我在被俘虏之前，就是准备参加十字军进攻埃及的行动。说来讽刺，我竟然是在敌人阵营观看这场战役。就这样，我发现自己随着敌人来到这离死海不到百里的地方。圣地已经被我们拿下了，很快的，埃及也将是我的了。军带往哪里？派遣军队到清真寺附近，他们一定会马上俯首称臣。沙拉丁，我恐怕无法相信您的决定，请您马上调回部队。陛下，我们掳获了一艘法军战船。
不准进到开罗来。国王陛下，法国人背叛我们，他们想要进犯开罗。我们当初应该相信阿拉伯人的警告的。求求您，现在所有士兵都正听候您的差遣，请率领我们打败那些法国叛徒吧。
法国人被驱逐出境，埃及军队也溃不成军，沙拉丁成为尼罗河的领主，所有欧洲的君王都想掌握良机，歼灭政治上的敌人。但沙拉丁却允许所有反对他的埃及人毫发未伤地离开这座城市。为了赢得人心，沙拉丁开始在开罗建造清真寺、宫殿、大学还有医院。至于我的那些欧洲同胞，在沙拉丁努力提升其文明尊严的同时，他们却只会做些背经叛道的勾当。这令我对事情的看法大为改观，也让我彻夜难眠。